我又来逛乐高店了，进门就看到一头圣诞鹿，身体是空的，里面还设计了细节，好想抱回家。最爱的零件墙，琳琅满目的零件在向钱包招手。新出的头盔和老款蝙蝠翼，价格比之前更贵了。这边发现好多拼好的星战系列。还有好多乐高搭建指南。最爱的街景系列，越看越想剁手啦。这边是最新出的泰坦尼克。上面介绍了泰坦尼克的历史和设计理念。不看了不看了，快回家，不然又要吃土。